我们继续主线任务，然后先接下这个猎人的猎人解码的任务。他不跟我说话。Why chai? Winja wantar goar sar karsh. Afchu wantar dar sarsh. Kursh. Di mamma fpadi hafchu hai. U. Wanna yoga.他们刚给我狩猎任务，我就要去。烦，你很讨厌。我们再去找萨满天宇啊，看他又会给什么奇葩任务啊？不会是这个嗑药任务吧？我挺讨厌他嗑药的，每次看他的脸都嫌烦，太傻逼了。来，我们先进去看他会给什么。住院只是一个外派任务，外派任务。我操，他又在玩什么？不管啊。Na krabi, hiraki spada. Mu por hiraki slaigua. Palu mansipa. Quae da mu bateri squala. Ni krabi undagua.哎，你这神经系统被烧坏了吧？你只是没有神经系统没了吧？没法这个进行反射了吧？或者你反射弧太慢了。Plasqua yahu bacham, mas plasqua bi, batteri krati kasha, batteri krati dwaisa krati dwaya, guifwa sakrati hudagua.Nusa Sushelhain, Joshman Suchaya. Ta, Chimasta Guadputi. Ukratis Prasqua Waida, Tu Sush Dugistar, Drauba Mas. 我能跳过吗？我能跳过吗？我看这人脸我就很不爽，为什么？我们看一下，我这任务不做工了吗？怎么还在这？奇怪。嗯，看一下任务在什么地方。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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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啊！哦，是在这有一个。击败长毛象，这倒其实挺简单。其实长毛象很好打的啦，尤其是 solo 的时候更好打。打长毛象千万不要带这个你的小宠物，嗯，他死了你还是得去救他，你要不救他，他死了那更就是彻底死了，你还得浪费素材把他给拉活，根本就没有太大必要性。 solo 的长毛象都是很简单，长毛象本身动作就慢，绕他，他只要一冲锋就绕他侧，绕侧之后直接正面丢这个，直接正面丢长矛，大概也吃不着几下就会死了。尤其是你到后面会去做那个传说级那个发疯的长矛像，就是也是他给的任务，只不过那个是支线任务，然后那个会比较厉害的长矛像也是啊，丢长矛丢死他。击败巨大的长矛像。啊，我的剑满了。我们直接前往这个温家猎场，你看它，还挺远啊。看这长毛象到底是要杀多少，一只还是一群啊？像我这个，如果说你要嫌慢的话，你们可以骑这个剑齿虎去啊，因为我之后也不想去解散它，因为那长毛象见人就发疯，见人就撞，我到解散掉。所以要稍微慢一点呢，就会撞死，就那个宠物会被撞死，所以干脆我就跑过去啊，方便点。哎，一个木桩把拦住了。上吧，不要跟我说话。Mama Fshanti, Usa Chashaja, Tu Sam Sam Wanmas。找出长毛象，然后把它引过来。为什么要我把它给引过来？长毛象跑得可快了，其实挺烦的，说真的。
他经常路过的时候会来撞我一下，我只是路过而已啊。哦，里面有一个约吗？约吗？有空吗？走吧。来了，看小地图就可以啊。拐弯，一绕它就 OK。拐弯，来吧。我先用剑士。哎呦！再剪一下长矛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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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要搞乱。死了，反正就风筝啊，这地形很小，所以不是很好风筝。如果地形看这个大一点，又没有其他什么生物这个扰乱的话，就满场风筝它、回头一镖，回头一镖。这个地形就虽然有个叉让我比较好绕点，但是我也打不到它，挺烦人，又小。这就解完了。然后下面直接去做天鱼吗？这边还有个疯子没做。哦，这样子吧，我先做这个疯子的，然后天鱼的放在下一个这样的视频里头做，因为我觉得天鱼那个可能会比较更靠主线一点，而且它会更长一点。我觉得前面这些算是主线吧，只是一个类似于教学关卡。树叶没了。树枝没了，那你树枝。树枝树枝树枝。一转一堆好吧。再回个血。再找这位。是不是地图显示不挺近的，好吧。是我走错方向了。其实现在我已经是全部收集的这个小宠物都有了，都是用这个血压剑齿虎，它会比普通剑齿虎多一格的那个力量，是吗？对，多一格力量，就等于说已经算是整个游戏中综合实力最强的了吧，除了在血方面稍微少一点，因为熊是最高的，不被熊所伤。耳其防是防护自身不对称，这是他又要干什么事了？龙者，龙者 ，Oh, Nahars, woo, woo, Hars Urgi, whack Hars, whack what dead, whack what dead, right? The grab grab day, every day. Badass cash yars. Urgi nawa fadas dausa.什么叫新的守卫 trash, trash. Oh, pass the mask and now a badass. Now a badass how hard should tell Woo. Oh, who badass wider? Hard squad, sack of barabu. 你发现熊的位置啊，就能带他了。Why hard barrel? 带熊。这是个作死刑啊，这我觉得可以完全做这个。不作死就不作死就不会死系列啊，简直代表啊！耳其的腥臭味，什么鬼啊？这片名字好恶心。先撤回来，骑上，看一下路线到哪？
它上面我们看一下，沿路绕一下子吧，能沿路绕。但是有时候地形又挺麻烦，它地形是你下来是可以滑下来无伤，因为它这个也是算比较奇葩，相对于其他游戏来说，其他游戏一般来说就掉下来就过高就摔死啊，这个不是啊，就你擦着边它就是会好像就是不会有伤害啊，那你上去就很麻烦，就不能上去各种绕。哇，这个游戏我觉得玩到现在，我把完全当做这个刺客教条玩，我不想就各种潜行杀这样杀的，有点像刺客教条了。我们看啊，把发臭的材料第二期是什么？犀牛粪、蜂窝、驯服棕熊，我不是有驯服棕熊。犀牛啊、哦，有粪吗？有粪。好，跑了。我不能互动啊，算了，该下来了。我还打算在这个小狮子身上捡呢。我操！我想知道这张你把它放哪儿了。他要驯服的话，我们就先切一下，切这个耳石，然后给一见面就直接先丢一个。附近还有的吗？猫头鹰出来吧，交给你了，找大便，找大便，这边有一个，还有了吗？那边还有一个、OK、那蜂窝的话你到什么地方找？这边没有看到蜂窝，但是为什么要用蜂窝？还用蜂蜜招熊吗？继续前进啊、哦、我还以为看到蜂窝呢，不是。刚才听到声音，我以为是蜜蜂，原来好像苍蝇。看一下，嗯，这边是熊还是蜂窝？发现蜂窝，哇，这有点高，需要三个。嗯，这边竟然有血迹。真在上，哎，你很烦你。这样的话，我们还得上去一趟，然后还差一个，不知道在上。等会我用在上面用猫头鹰侦查一下。这位置还挺悬的呢。做个侦查，看在哪？这边有一个，那是狼还是熊？哎，我的小这个剑齿虎怎么上了？好神奇！熊。哦，如果我换成熊可不可以呢？用的是棕熊。嗯，啊，棕熊也有了。OK， 那这样怎么省事啊？不用去抓这个这么的，也要再抓一个，就用来别走啊你！过来啊，你干嘛？干嘛？
起许用熊就是慢一点，不过因既然我们就是反正就是交任务嘛，就慢点就慢点呗，免他到时候切过去提示我们说我们需要熊，然后切过来之后又不能用，然后我们又需要去抓熊。哦，在这儿，路上有点怪啊，果然缺地方。绕一圈，然后看他这次要干嘛，是要吓熊还是被熊拍死。上次一次是摔半死，然后就被我戳半死，是在被熊拍个半死是吧。哎，操，我熊直接给他一巴掌，靠，太搞笑了。你干嘛啊你？你干嘛？你干嘛呢？New Yorky ha, ha now a fat ass da ha, woo, ooh, what you mean? What you mean? Ooh, 他干嘛？他头上顶着什么东西的？知道死鱼吗？命令熊去攻击他。我熊在你背后，这是偷袭啊、哦！这个打中是秒杀哦。我熊好像很不愿意的样子。死了。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啊！真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忙的。你在干嘛呢？好吧，那这样子，我们这期视频做到这边，然后我们再去解这个300天宇的任务。